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》的，我是综艺圈阿圈妹。今半夜啊，《福气来》爱同大家收集物嘅东西喏。今半夜收集来宾吼，其实伊咧吼，大家同宿舍人，系伊咧演导师阿哥诶吼，上到当演导，还个有位主持，今半夜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其实主持你做客他乡一个节目，谢谢大家来欢迎我们的熟悉的面孔。欢迎周伟哥，朋友。Hello， 哎呦，安静啊，全部哎，还有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喺周边，我转来咧，怎么解感觉真感动？有没有很怀念？也不用太怀念啦，当想呀，因为我也冇像样哈，以前还坐咧隔壁咧，隔壁坐咧隔壁。好啦，今半夜我爱坐到鸦片，我相信天使一条线的观众朋友听从咩当想呀，周伟哥，对不对？哎，一生神梦风起来，本来当多养分哈，记住。主持也好，啲节目地位都还讲不向前嘅印象也好，你啊按一两年来主持福气未吼？佮艺系要去向去上下做佛堂嘅话，去向向前接受，大家都发觉，艺叫看人福气来，其实我很感动的。对，因为有很多人很多群嘅企里同向前朋友接触嘅机会，对不对？就像一摆做下他乡，去到国外，吼，艺真有爱讲嘅看。周伟哥主持节目哦，一方面爱吃到给同人共发的这种感觉是很有温度的。韩公那么一个想法是，怎么会有主持人暗号给比阿杰莫雅喊他好给啊？我讲其实我当粉，因为没当幸运吼，做得接到做下台乡。其实开始的时间我真系当紧张，我也冇做过。外景的节目，我也没做过安尼韩剧的节目，我有看天天啦。有看，跟头摆看的时间，你感觉系嘛？该对了的节目？对了节目哦，我本来就当喜欢看安尼节目，因为我做得看到无同样的世界，做得看到无同样的人。特别安尼节目，了只节目系唔系像一般的节目，安用说啦、搞聊天天吼，佮做得行业人的心。做在去认识新的朋友，做在开始嗯看到新的视野，那做当好，当然啊，我真心处的感谢，感谢诶那台庄也好啊，吼庄冠也好，我爱幸运推荐爱去嘛，我真心当感谢诶那做台上的制作单位，因为不管系导演啦，不管系调教，不管系企划，像诶那 Jacky 哥啦、乔西啦，哦包括摄影师阿吉，还有调教马辉哥俩的。我真认同是梦记得新音乐，因为一开始的时间系真同惊，我唔知就技术方面来讲啦，我唔冇出过外景，我唔知讲其实应用版现代味，我应用版行，我应用版现本大家做事情顺序，因为讲是真进化，按你节目大家看一点，冇多一点钟，你出去可能十几年。韩国要喺啲国外，乜嘅东西都冇。冇放片，冇唔咩讲，我爱啲人系随处遇。比如讲，我出去嘅时间，我希望系咩开钱嘅，错冇？我希望讲出去嘅贴上嚟东西，系向前爱嘅，系要。对我可以爱向前有帮助诶。哦，真嘅，韩国就像周伟哥刚刚讲诶，一群人其实冇一群人啦。你旁边这个摄影棚里面的作业啊，人就喊卡多哦。你出去喏不 ？hip hop 嘅爱景嘅节目，其实人动手人力是非常精简的。包含矮张西沙人，听唔到？看按摄影人太搞爱做按多嘅事情，爱做一只按好看嘅节目。特别大家讲到嘛，即期佢系去年得到金钟奖嘅团队吼，我所讲。我阿伯真认同，讲真认发。哦，跟你知道，我今年节目同亚哈啲音乐音行地度，佮感觉有嘛间冇相用，还个学习的东西。真认同，一天冇相用嘛。譬如讲，你坐咗两位，最基本的吹冷气啊。冷气，还个还有你调查。嘿咩？吼，还有按奖的什么何况，还有你讲吼，做嘛？还是音乐音乐是啲两位，你做得很安心，做懂多事情，还吹。就每天哦，讲好的事情，讲好的环境，讲好的体贴，每天就有变化。天使如何？系落水嘅话噻，系啊，系身边很多用嘅噻，系讲你去嘅地方临时不能去了怎么办？也系讲你一天很多突发状况，
跟棚内跟外景不一样，就是有太多太多的突发状况，没办法去控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唔，地方发生嘛该事情。真的。不过也没系我跟节目好高的所在。出相应的地方做地料理啊，你出相人生啦。嗯。我大伯讲出相人生，你唔知你害怕会遇到嘛该人，你害怕会遇到嘛该事情。嗯。你用哪一种心情出吃到当生气？哦，吃到就像哲伟哥，激动散忙，还够激动，想哎，进步都努力，故说给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人生历练，要等眼神的工厂底全部就第一做好他兄弟度，因为你跟相亲可以有东东东东的交流，还用来看到东东的故事，嗯，这是真正懂感人的地方。懂感人，目测就不易想出来耶。佮看到细年的这个吹口风琴，韩国这个大片动的时间就做得给我，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。嗯嘞，佮还会有故事。哎、嗯，有上次看到天师黑暗的嘛，可能一分钟、三分钟做出来黑暗游戏。唔、嗯、过你还会有懂到故事啊？唔咩单枪讲看到几条吹口风琴，我还看到嘛个，譬如讲，咪看到细年的一两年神天天的，佮。当然得定一本有家庭日，爸爸妈妈要来看他，这是代表他这一学期的努力成果发表。成果发表，对一本人不然是做些动动音者嘛，爸爸妈妈一定会去。我遐看到有只生意，佮当紧张，佮表演的佮爸爸妈妈还忙来，他就很紧张。我一开始就注意到他了，我保媒佮爱表演之前。给妈妈非常非常气喘吁吁的跑进教室，然后坐在位置上。你第几种时看到两种感觉，都给表演结束，他马上冲到妈妈身边，抱住妈妈的感觉，你会记得吗？哦，有哎呀，他去给马屁。因为起初在朝恋爱旁边，还有譬如讲，声音的一表演结束，嗯，导师就会讲，请家长对你的小孩表演发表意见。嗯 ，in Taiwan 唔敢讲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就是好棒，好棒，就是一两句。很好，我讲法可能是妈妈阿懂，我看到一只爸爸，父亲本来都是比较严肃，对，给起来讲，跟他儿子说，这是他看过最棒的表演。哦，袂叫我，爱做得了解。不过除脱呀，细人的个故事袂懂感通人，周围个哭音哦呀，其实咱个伊咧，迄几套阿尤米，就是其中一系列伊在内边有前互动礼拜有报告诶，人家着去养老院。哦，系。唱歌诶，不然计着弄人家汤，先来看一段影片。老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老地老家的你咪哟，马卡塞，马卡塞。最近完全看得到，感情感通，就第一个哈，给他样片地度全部蔓延出来。我相信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每同阿 Q 我 Q 拥有层层的感受到。故说一下人们这位哥，你头摆，唔管你头摆还其他素材，有机会去做暗用的发通模。其实都龙岩也很爱提摆。在台湾可能冇个机会，吼，我第一摆去到安阳去录音，其实大家看到的是是一部分听听，其实 NDD 准备的时间，台湾的 NDD 准备的，你家务卡套三副连歌的，还有都 NDD 真真实实都录音的那些时间，其实很震撼。
哎，身体健康的很有感觉的就坐一点看表演。其实我看到当到老人家是安然照顾的。其实我没看到无强的地方，是日本的老人福利政策其实做得当好。是，我没说到讲，多给位去阿有日本爱当太爷感觉是佮。四年哦，三四岁，佮就突佮做安尼个事情，佮自家做哩个事情做安多年。你看安尼张戏白婷婷，那出了当干唔通哩？哎呦，你要有那个热忱，还要有那个心呐、啊。对。嘿某，真个某个人啊，多给面啊，我就可以感染到了。韩国佮迄七家带点新人来去做，你看安多安优秀个客家乡亲，滴国外。就是爱跳过这位歌有冇？许多国外跳过做下他乡，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个乡情顶国外的故事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个进来。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的，我是阿群妹。今天节目当中，是邀请到俺的老朋友好，这位哥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其实做客他乡，去到他乡，看到俺到我们个客家人的故事，同感动的故事，来同大家来分享。故说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今天看到真人是穿到哈，冇人讲，真人冇人讲，爱当穿到，听很多故事，就像俺刚刚看到的那个滴永乐宴的故事，真人同。感同你是啊，我看到老人家按，就讲哎，你可能久久去拜，也可能几只地方你一生要出去了一拜，好，你看到老人家就会想讲，你下你老的时间，你咪想爱唐人讲，好，譬如讲唐人讲可以聊天，有人陪，好，除非想到讲啊，有很多事情在你身边的人开始做起。错冇？错，其实你还有去南街的阿公阿婆。有啊，这种感觉当很真实。其实都个导演啊，佮真人当厉害。佮当到的时节，可能因为我家爱唱歌诶，唱吉他的还有零食递给你家，有很多都是我零食来的。嘿，跟那导演佮做位去，佮做讲啊，可能因爱好唱歌诶，爱喜欢音乐。故事讲在这个里。两位礼拜我就很自在，我就不觉得他在拍，对，我觉得我自动我自己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对啊，对，故说你唱歌的本台家庭，很多亲密，其实在永乐宴的团啊，已经是亲密的，亲密方还有加一团，你唱你客家话版本的泪光闪闪，给跳过的，听不出来心，你当神气啊，因为我自己看的时间，我自己没有叫，我做导演当厉害，因为全部养老院的表演结束的嘛，你的休息室啊，熟的导演就讲，你家有买各位某唱到嘛？啊，我就变到讲啊，忘了唱这首歌，应该唱日本的版本，也讲唱法语的版本，甚至唱客家的版本。大家很熟悉那个旋律的《泪光闪闪》嘛。嘿呀，我就是要当大上导演就讲啊，某你这个他觉得他可能要拍浪啊什么，就跟你这样唱一边好哎，我就自己个唱。因为我无糖都上，我唱一边听听，我就拢我家下啲嘅看到人家嘅心情，也系讲我哋拜出去日本看到乡亲嘅心情，唱到了面，唱到第八度戏，我唱一边听听，导演就讲啊，按后糖，我老多几个建议团听听，冇想到佢撑在后面，我觉得。这一招太厉害了！真劲，这位跟你看又演导又会主持又会通狗哎，够慢嘞！狗哎又按感通你，我真劲可以看到给团的时间，木子就真劲整个开始狂掉下来，因为就是觉得情绪堆叠到最高点。各位天使一条前的观众朋友，假使你的某看到哈，分享扫描 YouTube 一起，也可以给你看得到，做得看得到，做得看得到。哦，可是除了呀懂感通你呢，这个阿尤米呀、西影啊呀，其实还有那。我的意思无，咩系你客家的，计是咩来宾？系你客家天使台的好朋友，你的春燕哥。系春燕哥以前佮之前咪做中华台雄嘛，做两年半的时间，啲客家天使台。桃园，对桃园，系啊。佮佮亚哈丁一本的故事又很用诶。哦，假故事汹涌动感人哦，佮本来佮细细出想要做救难队嘛，吼，佮导演其实想讲，
我伫台湾安阳县个日本学校诶，其中日本发现讲，其实台湾很啊厉害，其实本日本人抢过去做教练，哇，厉害嘛，冬天呢，抢过去做教练，其实开始新的想法，那个新的想法底部都有当作冲击，譬如讲，单车学啊，你看叫龙牙本人，牙本人喺澳门人。香港人，你看夹本人喺公家机关人哦，吼，你要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那种，就按你流行一辈。嘿啊，你看小草，小草其实呢，小草就会给补，夹本人，夹本人，夹本人，还呢结婚之前哦，春燕个人就讲，我流行一辈，觉得那还要结婚吗？夹本人就之后讲，结婚不就是要两人在一起吗？就谈恋爱耶。重新过新的生活，其实这个龙岩区，你有一带地方嘛，神石高原，其实当冷当寒，你 DKV 人生地不熟，你又没朋友，你来重新人生，明年可能没毛重新好，哇，真个当辛苦，我做很难辛苦的嘛，个人滴毛，很难辛苦来讲，一般来讲，陈远高他真的很棒，因为他是救难队员，古时候讲，譬如讲当时台南。好，大楼倒塌，梯同的时间，也还讲之前熊本，其实三个麦也出去呢，出去我讲出去，无怕连落到去，马上最艰苦，不卡你，不卡你。小草就讲啊，就讲泰卡都讲，如果真的发生危机的时候，你顶下你，不卡你会转来，给出喊号。唔讲我老公嘿泰卡的，佮出去我会烦恼，我唔敢打电话俾，我又唔知佮做得转来。你知道那种感动，也是我跟阿公讲，你阿西哈某听完讲，那个情感是内在的，是酝酿的，是深层的。甲本人讲，伊翻阿咩有结，伊讲，阿母伊讲有，你知道你家本麦个样个人，伊讲伊滴发，可能出去家本亲人个阿爷无平凡个人，咱本伊无平凡个人生，哇，真个，但像亲人个激动。很愿意牺牲奉献，因为大家就伫做要输救水、吹气，所以迄种辛苦的事情。韩国家个不用有迄那一种辛苦跟煎熬，因为可能基地不卡，电唔到，联络唔到。韩国大家就抵冲体统要这种天灾，可能随时还有很较危险的事情会发生，所以要觉得安利大家的故事。嘿啊，你会想到，你会想到，可能无熟悉佮，不过你看到佮个故事，你有怎个感觉讲？我哋真的要把握当下，有懂得事情爱做出去做啊，有懂得人爱讲，讲爱讲出结果你讲，我知道很有。把握当下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个感觉。韩国其实还有懂得人的故事吼，下礼拜就爱来播出嘞。下礼拜播出同样当精彩哦。佮有很用的一种的故事来同大家来那个预告一下。下礼拜播出系六三年的故事，佮系慧燕姐嘛，一个系还有上的哈，六三年的故事是冇同样，一个还有上的基础一家同学学日文，好佮啲。台湾他自己很努力，然后他还清了所有学贷，很短时间，然后就当了一段导游，英语本通熟。还有安妮读到考上驾照，刚好考上驾照。好，你还一团故事嘛？然后另一团故事是慧燕姐，慧燕姐还要某琼瑶，你算是替给留日本的，就是可以到日本的台湾留学生。第一届，哎，错，慧燕姐，你懂等一下哦，给 DKV 搞药膳料理，搞法文，哦，还有董仲优给 DKV 还有主持天团，主持天团啊，不就跟泽伟哥一样吗？不是，我听我真正我懂感通，因为我那有机会去上日本的天台，上 DKV 日本当厉害的天台哦。都冇简单呢，依照台湾人按照去日本，韩国有啲日本主持天台，韩国韩国假天台会讲的事情，咪都冇重要。都冇重要，去 DKV 可能爱用 DKV 的法语，也台湾人交流，也帮助你，啊，教大家讲法语。我去还冇重要，我去 DKV 教大家讲客家，还介绍懂到客家音乐。第一冇日本人，第一次我哇。好好听，几种一级棒，是高位。哇，古早在美国，伊去日本，但像伊主持节目，韩孙沙也去上诶日本的广播节目，好嘛？韩州交流啊，就是咯。哦，我觉得我那一次就觉得我突然觉得自己好伟大。
我觉得要在节目中给很多很即兴的东西在发挥。还精彩的，最重要嘛，该最重要是，你看到故事以外，还看到你的心。真的，韩国你去噶 ，T 一百看到发面的时间，应该是第 Hellboy 配 OSP 的时间。看到也得画面有嘛该想法。其实爱动激动，还没动感动，因为爱无想动爱正经完成一件，爱可能，爱可能第以前看做下塔雄的时间，爱想都无想动，爱同大家讲，其实我是大汉粉。然后有机会去稍微就是跟他一样平起平坐，有没有？没有啦，没有平起平坐，唔敢唔敢，也算学长啊。你爱想讲。我经常讲，即个系唔系有机会？系唔系有机会？爱讲爱唱，做下以前主持人一样。爱去，爱运用用白些表现。爱讲爱去，爱看到两张脸，爱用用白心情，爱用用白呢，用用白呢感同拢去做朋友。爱去用安尼心情去想，冇想拢爱正经去做两件事情呢。我觉得出唱两只节目重要。我怎么会知道我有一天可以接下做客的节目，对，然后可以完成我生命中一个很小的愿望。好，啊，出之后讲，你还本来很大很大的冲击跟很不一样的事业。真的，我相信，要到故事同经过，我的这位哥基本单就懂丰富的生命过程，第一度又找到家一系列懂精彩的一条素材。故事啊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广告中了，再个同大家来分享这位哥基去做下他乡的故事哦。大家又转到福气来的，我是主音群阿群妹。今天的节目地图要同大家来分享的是你这位哥，他都做下他乡，他主持的也按到是去到按到素材，其实已经有播出的两集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假使你想去看，就得去上 YouTube 去看这个重播，而你命路红都有都就得看到精彩的部分。刚刚我想到一件事情，记得像这位哥同大家来分享，就是你去体验那个春燕哥。那个搜救队的时候啊，太阳就离搜救队很辛苦。不过你生了二胎体验嘛个？哦，我体验咩多嘞？哦，谁讲的？我就是救人嘛，我那个垂降的嘛。还要垂降哦。对啊，我上到差不多四了五了个高度，佮真运动强硬。你莫看佮他搭的台子这么高，其实你滴三档的三档，所以高的地方。哦，现在有看到看到画面。看到嘛哈？真运动高，真运。动强，你系一张嘛，上网吼，你本身是有惧高症的人吗？有，我动强，我真运动。我们导演更怕，好不好？他自己在底下看，他给我讲，好可怕，我脚好痒啊。结果咧，我就上去以后，给人讲，可不可以再下来一下？我说，好啊，我就硬着头皮下来。你看我几准啊，拢讲真运动。你讲我因为安阳型，喊他坐在 TV 都讲。救难推机都辛苦的地方，你看体统也好，山难也好，基地都要搬，要用，要渡。我这个还只是他搭的台子，可以讲体统咯，也讲很可怕的峭壁山崖，基地很难去啊。真劲要按那下去。那除了体验这个，还体验什么？体验你可能要被救的人。有一团黑，来空落个上个度，叫我来潜嘛，伊在训练救难叫我嘛，救难叫出那，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呢，真的很难，好可爱哦，很可爱。然后我救难叫动作呀不，来空落个边的潜没动，有三只圈在上个，有潜没动，我就可以体会到说，哇，原来你在。要被救的过程是很可怕的，可能黑黑的，你不知道谁会来救你，或者是你根本不会被救到。不过等结尾要你救到你的时间，你就看到哇，天使来了。我觉得那个体验
很难得的，当然的。爱完全感受的第二个节目，当重要主持人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去体验，很够要有汹涌的感觉，要有感同身受的感觉。所以相同的，从今来到云南了，其他还去中国云南，好吗？哎，这种用的素材啊，哦，用一起发来讲，最广东有文化有当讲的素材。哎呀，丽江哦，真正等于云南泰雅印象中可能就是因为它是，对不起，少数民族，它是全台湾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。古时候讲，去到 Gavin 走得看到东摩琼瑶文化，哈，当然琼瑶是黄种人，琼瑶中国人嘛。那就说讲，可能你去的地方，在课本上看得到，好，给你看课本的时间，你要看到。譬如讲，我去的时间啊，还有看到嘛，看到嘟嘟后他们在做那个少数民族的婚礼，哇，那你就觉得怎么那么美？然后有除了去体验之外，哎，最重要的是你还加向前，你可以做嘛个事情。譬如讲，譬如讲，哎，记得你可以推广中国节，你去某乡到底台湾。你俩还没想到中国节吗？哎，完全，你连看就当时有看到哎。没想到，人台湾人 DKV 发光发热，还在大学教，哇，中国节，搞做中国节。对啊，来以后，蓝染染布，像人的蓝染啦，扎染，好，还有当地的体验，很爱可能以前的书本看到，你哈做的真实去经过，去看到，去。接受到名度的，佮真见当难得。哇！同看到佮做人，好漂亮哦！同讲起神通，我想敷眉嘿。真见，古说话，其实同按到内边，按到乡亲，见到来接触来认识，也知道有一件事情当难。对一般人来讲，从外边其实时间共从唔从共当真见咩移动？移动哦，可能见你来听听。不过你个堂弟讲按到故事，还个爱几同分享按到故事，我乡亲朋友同高兴。也是一件当难的事情，你一开始会吃到冻姜母。讲正经话，我咪当感谢这个节目啊，这个团吹捧来发现到我自家，这个节目。以前我唔知讲，老天爷啊，也系讲我爸爸妈妈本来安尼的特质，好，我懂什么记得潜动安尼的特质，我莫讲我大三年都穷样。我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，怎么可能我会跟你说？对呀，很内心的东西。那也很奇怪，像来龙阿群嘛，哎，你应该是安久诶，安提拜向他主持，公演提别节目，尊马本田来，哎，马年都厉害哦，你看安尼安当然好来吼，张勇当成咩感情，莫讲多了，我还无一天做得抵讲，哎，阿群嘛，叫几多嘅男朋友。亚洲唔得同朋友讲，唔应该意思。唔该啲。唔讲爱出去，我觉得那个压力在于说，我要怎么样让相亲相信爱。我爱本相亲，第一道讲，我唔要单枪来做节目，我爱容易交朋友，交嘛个要嘅朋友，交新嘅朋友，交新关注嘅朋友。我所讲爱，两百出去有当多嘅朋友，相亲，啊，真当感同可能记得啲。第一外种的关系，他们也很渴望能够跟台湾拢去共用，嘿，共用乡亲，也讲共用生活环境的人共下。我所讲大白初一，我都很纠结哦，纠结于就是我真的让他们信任我了，拢还讲懂懂内心的东西，可能天师做唔得播出来，哦，我自家就会很纠结，就是说我跟他做朋友是开心的，不过迄等来真紧。做好诶，我转来台湾咧，勇敢晒，我要相信，每天见你到面，也系讲，唔判定，也系讲，你一生人可能出唔会再个见到面咧。这是真的耶，因为从日本也系云南，可能会去，不过真正爱见到面，要再机会系都难得咧。系啊，就像哈利巴一部一集吼，在日本，米托，米托，我看到一个阿婆。佮啲做，佮为到也佮老公为到一份感情，佮啲做广岛烧，佮八十人岁，不想到人家屋卡系龙岩家，佮就会很坚持哦，规条路出去一件，太卡住为到感情，当 Q 当 Q 当西，佮出他不愿意离开，因为他是他跟他老公一起留下来的回忆，
那石头给他东西以后，我就只有讲跟他说再见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他。哲伟哥每次都这样，我本来就说你根本也不会给我，然后哲伟哥哭，我就有一些堵不掉，因为其实情感通人的就是人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他会懂得素材，可能会懂得某曲风的风景，不过情感通人的事情就是人的故事，很多还会想到说我可能就只会见到他这么一次，之后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再跟他相遇。对，而且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了。嗯，我完全感受得到哲伟哥非常用心来主持做好他想要的。系啊，我没懂真相，大败出去，拢得三年的相处呀，不管相亲也公众人员，出众人公众人员咩系啊？真的，我们到现在还是会联络啊，就是哦，我讲到讲去 NIV 啊，一起欢笑，一起很辛苦，一起很冷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很冷啊，那时候很多故事很精彩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春光一点的时间。系啊系啊。然后只有一个提醒你，请尊重的事情就会离远，我们系两个兴趣。系啊。爱滴个相好。没错，台下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没福利啦，因为这位哥你的音乐懂专唱，有可能压到东西，根本你去做下台上主持的糖豆的故事，有可能会变做你下一摆冲走的压到能量。其实一直都有啦，大概迄出戏啊，我自家有一种，有一本笔记本，我会写下来，然后你要书记当红片嘛，我会录起来，我每当希望讲，当感谢。他甲天使导演看，一开始做音乐，又做服戏俩行脚，三下来还有秘书。哇！我是做讲，我喊你同乡来转动，我自家最简单的身份呐，我想要好好来创技术歌的本体甲他，所以做一种真正的客家音乐，这是我三下来同乡来做的。三下来的目标就是哎，真紧呢。主持的按道类型，系我睇下唔啲嘅，只有一个其实真嘅咩动物主持。冇哦，还有一件事情当中要，我礼拜初一哦，我没有带营养品转。哦。第三号。哦。除非下司。乜嘅意思啊，老爷带转来，这是你的纪念品。系啊，因为我礼拜去云南，我有读到一只乡亲，一只乡亲咧云南去喺做切丝嘅师傅。佮当后三万都小气，因为我想，我既然都出去的，我一本乡亲，一本台湾，本客家乡亲朋友，第天是看到系真实的爱，真实的乡亲，真实的故事。故事讲，你啲差不多四五年前吧，佮爸爸很多大象老师大象哥，好是大汉访问呢，佮当时大汉就本佮爸爸恰是第呀。两位，安度好。嘿，今你阿爸爱出去访问的是格莱耶，格莱本当地台湾系做室内设计师嘛。过去就差不多三四年前，给爸爸说过啊，来两位看下有嘛新的发展。嘿，其实去哦，去各位梦想都是接下给爸爸的思念。哇，故事你又去体验诶。嘿啊，我做体验，我做容易。向阿讨论，当然啦，故事的，你嘅下其实咧，沙下来嘅云南嘅特辑会唔会讲多啦？唔好咁简单，同大家讲下，确实咩青菜吃嘅，而对自家有意义嘅，好。哇，故事真劲，嘿，用心去体验亚洲节目，同亚节目的故事，同大家来分享。故事各位乡亲朋友，假使讲好，等下我看哲伟哥的播出后，听说会锁定的做客他乡哦。嘿哦，到这礼拜一按部头九点。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今日什么哲伟哥？你有按键啦？然后到那很晚转的就是风起来呀。哎呦 ，surprise！ 哎，乡亲，天使机条件那观众朋友全部就都期待。哲伟哥哈，好啦，一起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停等运动行程做运动，谢谢哲伟哥，谢谢阿鬼妹，谢谢，拜拜，再来聊。纳迪加跟他太太骑斜力车环游世界88个国家，88个。好香哦！因为它毕竟是多糖多的药材，他们只能喝给天王喝。大家好，我是扎比，加糖多的歌曲咧，很多客家诗歌。Makes me very happy。哎呀，十礼拜一按部就点，做客他乡。